今天我要找我的韩国狗，他开了一个酒吧叫 Exit， 逃生入口。Let's go。好了，别闹了啦。其实我们店叫小安，他的店是在新北市永和区永正路75号。那除了卖啤酒呢，他们也有做特调，里面有打飞镖。虽然地方小，可是巧。好了，废话少说，我们马上进去吧。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欢迎到韩国的哦这里是北京的自己介绍你自己啦到底逃生路口吧对啊欢迎大家来这边喝酒很热嘛就是每个人都很热情真的吗你确定你会很热情看我的脸就知道我多热情哇来2 hours later. 哎干，我们现在在哪里？你不要管了，你管那么多，问那么多干嘛？来就对了。sini kami guna bahasa Melayu. Kenapa? Pasal belakang sini ada lebih menariknya barang lah. For Malaysian, if you want to come here, pasti cari ini Korean. Han Goko, okay ma? 请您上门。反正你们到酒吧的时候，你找他，他就会帮你安排到妥当，对不对？没错嘛，我来处理。Happy， 给我处理，哎呀。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还有跟踪，好了。开心好不好 Yeah 拜拜